慈城罗珠堪布，色达喇荣五明佛学院堪布，教务负责人，当代著名宁玛派上师，藏传佛教的弘扬者。堪布常年笔耕不辍，以超凡的智慧撰著了《慧灯之光》系列丛书等大量适合现代人阅读特点的佛学读物，并经常应邀前往世界各地进行学术交流和演讲。与此同时，堪布还长期深入藏地，以广大慈心宣导戒杀放生、素食环保、教育禁毒、防治艾滋病等理念。面对种种盛赞，堪布常说，我只是一位教佛法的老师。然而，就是这样一位辛勤的老师，以他对大众不变的热爱，年复一年地传递着佛教智慧，点燃了很多人内心光亮的明灯。